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新加坡的 Lavender。OK， 我们今天这边要来就是探探一家店，然后这间店是台湾店哦，叫做假沙瓦，是福建话台语假沙瓦。然后从这边出发，我们 Let's go。
时上课，要不要进职高一职？有，我们已经 safe entry 了。好，老师你好。好。啊，到柜台请坐。好。这边的用餐环境，这个菜单，珍珠奶茶单点是4.3元新币。这个之后是我们套餐，啊，它红烧牛肉面没了。那里面有一个课本，数学作业本，这就是他们的菜单。然后我可以把我的包包刚好挂在，以前都会把书包挂在这里。哎呀呀呀！我今天的包包 OK， 我今天在甲沙万，我今天吃了一个甲沙万的套餐，另外再加点一个乌龙奶茶。哦，甲沙万的真奶是乌龙奶茶，然后单点是卤大肠香肠，然后再另外一个珍珠红茶单点，觉得这样两个人吃是35.4元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的奶茶来了，这个是乌龙真奶，这个是红茶真奶，颜色有点不一样。这个是环保吸管哦。1到10分，给几分？10分，嘿嘿嘿。比你过分，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个跳舞有几啊？给你五十。还有个花姐，哇，瘦了一下。乌龙的好喝。我给他们一下，我们吃。好，我们对不对？我交换一个习惯。下来。我心中的那个味道，然后那个我们打出来的。来，好喝。这是红茶真奶。是啊，我是站在那边，因为我听我在上面说。乌龙有一个特别味道。哦耶，我们的假沙瓦来了，这里的红茶交换完。我觉得我的比较好，真的。我买一个很好的喝乌龙。那等下那真奶放那边，我们拍一张照。耶嘿，好，这个是欧巴米刷，这是鸡丝饭，这是卤肉饭，这我们点了卤大肠跟台湾香肠，台湾香肠还有那个大蒜片跟是什么香菜哦，开动，这是卤肉饭，吃一口，吃一口卤肉饭。有台湾的味道，好久没有吃了。还是好吃的，而且整个很湿润。哇！那件是，剩下是你的。台湾民众还有蒜头。吃太快吧，而且你挖的这么漂亮。
是蚵仔面线，然后有这个是蚵仔大肠，所以是它是蚵仔大肠面线，然后这个是蒜泥，上面这个是香菜，嗯，いただきます。蚵仔面线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